好，来看到花莲县秋季集团结婚在理想大地度假饭店来举行，婚礼是由县长徐正蕙证婚，与男方女方主婚人立法委员傅昆萁，以及郑天才男方女方介绍人寿丰乡长曾淑义、马太安教会牧师陈约翰，总共来为64对的新人献上祝福。理想大地度假饭店星空电影区证婚会场采用多方安缤纷配色，佐以粉红泡泡，让新人间的甜蜜气氛洋溢到每一个角落。112年花莲县秋季集团结婚是由县长徐正蕙证婚，协同男女双方主婚人立委傅昆萁、立委郑天才，还有男女双方介绍人寿丰乡长曾淑仪、马太安教会牧师陈约翰，来为64对新人献上祝福。一个人很自在，两个人就像两人三角的游戏一样，要重新开始学习生活的步调，还有我们做事的节奏，以及两方家族的融合，是何等不容易。所以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美好的人生，从这一刻开始。千万记得，各位新郎官，花莲是母系社会，安太岁保一年平安，安太座保终身幸福，向傅昆萁看齐。证婚仪式中有传统的迎亲队伍，装载着县政府赠送的55寸大电视，当作是成家礼，让每一对新人可以圆满成家。县长徐正蕙和立委傅昆萁也以爱的绽放来让树开花，象征着婚姻需要爱与耐心慢慢灌溉才可以开花结果。同时县长也为每一对新人颁发结婚证书，祝福新人可以像以封冰箱沉积片盐的特制证书一样，长长久久，海枯石烂。民政处长林良真表示，县政府举办集团结婚已经有32届，为了打造全台最知名的集团结婚品牌，每年都卯足全力创新亮点，也欢迎更多青年男女一起参加花莲县的集团结婚，为两人的爱情做最完美的见证。记者会，寿丰乡报道。